感谢神，感谢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第三天复活，他的复活代表着战胜了死亡，他的复活证明着我们如果信他，我们也可以战胜死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道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,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. 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歌声来赞扬我们的神，因为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一天最重要的一天，让我们一起来欢呼歌颂我们的神，向他感谢。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来，一起我们的诗班来带领我们唱。You.